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这个疗剂呢是叫做藤黄，藤黄学名叫做 Gambogia Morella， Gambogia Morella 藤黄。藤黄这个疗剂呢主要的应用的地方呢是用在吐泻，尤其是食嘢食错嘢、食物中毒嘅严重嘅吐泻、屙呕、晕低咁呢种咁样嘅情况嘅，咁所以佢主要咧系影响个胃同埋嗰条大肠嘅，吓、啊。咁佢主要嘅症状咧就系、是、大便之后咧个肛门好兴嘅，肛门咧系损损，好似损咗嘅嗰种瘀痛。嗰種感覺嘅，咁當然咧，嗰、那個糞便咧就係、是、好大量嘅，啊，尤其是啲年紀大嗰啲人。不過呢個咧，小朋友、嬰兒嘅糞便啊，嗰、那個吐瀉都可以用嘅。咁通常咧喺大便之前咧，嗰、那個肚咧肚臍嗰度咧，好似有一種割嘅痛嘅，嚇、啊，好似切割嘅痛嘅。咁而嗰個糞便咧就係好快咁嘣一聲咁爆出嚟嘅。咁當然亦都好急，但屙完咗之後咧，個人就好舒服嘅。啊！個成個鬆曬咁，咁通常糞便咧係黃啊、綠啊、有啲血啊呢種咁樣嘅瀉瀉呢種咁嘅吐瀉嘅。咁仲有咧喺呢種情況咧，就會有一種好嚴重嘅嘔吐啦，嚇、啊，同埋啊，即係個清洗嘔吐，成個人正好暈低嘅。OK， 咁其他嘅喺呢種情啊，通常咧喺呢個情況咧，仲有一種啊。肝嘅部分有少少灼热啦，啊嗰、那个腰度咧有少少痛啦，啊好似冤咗瘀咗啦，好似扭伤咗啦，啊个底骨亦都痛啦，啊尤其是俾撞亲过嘅底骨痛，啊咁同埋咧嗰个尾龙骨咧就硬系有一种冤冤痛痛嗰种嘅嘅感觉嘅。好啦，咁即系话咧。这个呢是那个主要那个肠胃那个症状的。咁通常呢在那种情况呢你会听到那个腹部呢
啊，佢就好多咕咕声，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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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有樽水喺度咁啷下啷下啷下呢啲咁样嘅。咁所以呢啲咁样嘅症状，啲好似声音啊、水流水喺度喐啊，啊，咁呢个一个好紧要噶啦，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当然最喺呢种情况之下咧，有时候咧就会吐泻咧交替便秘啊，吐泻交替便秘。咁记住，通常咧就嚟得好急。啊！爆炸性嘅吐泻，呢个系主要吓，呢个嘅 gambogia 咧，嗰个藤黄呢个主要嗰个应用嘅地方。咁嗱，仲有一个疗剂咧，同呢个好相似嘅咧，都系用呢个吐泻咧，就系巴豆吓 ，croton tea 吓，巴豆咧，亦都系呢种咁样嘅吐泻，巴豆咧，亦都系咧，就系嗰个粪便咧，就噗一声，好似一个水喉咁啊，水龙头咁爆出嚟嘅吓，咁但巴豆的症状呢就是吃少少嘢喝少少嘢呢就即刻都唔舒服嘅。而呢个藤黄呢就冇呢种咁嘅症状。咁总之呢两个疗剂呢都系好即系好多时候呢应用一啲吐泻啊嘅情况嘅。咁呢个藤黄呢记住呢系好严重嘅呕舌泻同埋加上晕。OK， 咁呢个系第一个主要嘅症应用嘅地方嘅。咁其他嘅方面咧，就系嗰个有时嗰个尾龙骨嗰度有啲痛啦，仲咳咧，有时系干咳啦，有时喉沙啦，有强啲痰啦。咁呢种咳咧，夜晚黑就严重啲啦，令到嗰个病人咧就要坐起身先至能够吐到痰嘅。咁即系任何呢啲咳要坐起身先好嘅。咁呢都可以谂咧呢个藤黄呢个嘅疗剂嘅。好啦，仲有一个应用嘅地方系眼嗰方面嘅。是眼的毛病，通常眼就好种庆幸啦，痕啦，眼面好痕啦，成日要捽佢啦吓。咁仲有咧，眼睑咧，成日好容易咧系黏住嘅，尤其是打一次之后咧，个眼面咧突然之间黏住喺度嘅。咁通常呢只眼咧就有好干，好黏，好唔舒服。夜晚黑咧就好多啲眼屎，令到嗰个眼睑咧就黐埋咗喺度。咁平时咧个眼咧系硬系觉得咧就系好兴啊，好唔舒服啊，好乸咁样样，要流下眼泪水啊咁。咁甚至乎咧系眼球都痛嘅。咁呢个亦都可以用喺呢种眼呢种咁样嘅症状。可以应用得到嘅。好啦，另外一个地方咧就喺嗰个头痛吓，呢种同嗰个胃相连嘅头痛，呢种头痛咧就会头咧兴啦、面红啦，通常咧可能就喺发生喺吐泻嗰阵时候嘅，咁佢发一种热咧就升上落头嗰度，加上出汗咁，咁头咧当然个头好重。好聚好重，好温温顿顿啊！咁仲有咧喺左嗰个太阳穴嗰度咧，感觉到好冻好冻，好似有个冻毛巾咁样冚住落去咁样嘅啊！呢种咁样嘅头痛，我叫 gastric headache， 同嗰个肠胃不适咧，胃不适有关嘅。好啦，另外一个地方应用咧就系嗰个口啦，口嘅严重嘅口深入嘅溃疡啊，尤其是嗰个唇嘅内侧。同埋嗰个面珠灯嘅内边吓，咁个口觉得好苦嘅，呢种咁样嘅，即系三非之嗰啲口腔嘅溃疡，好啦，咁仲有喺个鼻哥方面咧，就会有好严重嗰啲长期嗰啲打刺，尤其喺日头嘅啫，会有好即系好严厉嘅，慢性长期嘅不断咁打刺嘅。好啦，咁呢个咧就可以话佢系最应用嘅主要嘅地方噶。咁喉咙方面咧，佢亦都有啲症状咧，就系觉得个喉咙咧好兴咧，同埋好鞋嘅。成日觉得喉咙咧有种肿胀嗰种感觉，喉咙成日即系又痛啊，即系好似有啲嘢，好似好不，即系好鞋嗰种咁样感觉嘅。OK， 咁呢个咧就系藤黄嘅主要嘅应用地方。咁但我最常用咧。都是咧用喺嗰个食物中毒啊、严重嘅吐泻啊、老人家同埋婴儿都可以嘅。OK。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